胡长老，你在做什么？这盘丝巨人阵不是适合修行吗？我现在就让我的无相神功升个级。你把七天修行浓缩为一天，如此贸然前进，可让你功力大增，但也有可能引发雷劫，万劫不复。我辈修行本来就是与天正一线生机，怕死就别修行了。况且我练成的不过只是108根无相剑骨带来的9天神雷小劫而已。 你这盘丝巨人阵不会连这点毛毛雨都拦不住吧？你的雷劫等级很高，怕是我们扛不住。这不是君皇山的护山大阵吗？大将军小心，只怕连你都会招天雷锁定。你这是要与我海府同归于尽吗？是不是同归于尽，就看这一击。精化为气，气化为神，神化为尸。 辛苦了，为了保护宅子，还得出来活动身子。武长老果然是智勇双全，利用雷劫突破结界，让自己功力大增，又可避免月圆之夜受到折磨痛苦，海某佩服佩服。我知道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我大师兄在哪儿？不可说。既然大将军不愿多说，我王某也不便多问。这次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待我山下事了了，我也不会回来谢谢你。 后会无期，则放再见。大将军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让他走吧，他走了不影响我们的计划。